干到底，服不服？站那儿看好啊。都打了八局了，谁开球谁赢，没意思。谁先失误算谁输呗。本来是个技术活，现在一下变成体力活。那你就认输了。认输？感情你又想讹我是吧？有意思吗？说的也对，有意思吗？喂，想走啊？你一个男人老跟女人较劲，有意思吗？要不咱俩比攀岩，敢不敢？恭喜你啊，又撞到我另外一个强项了。哼，吹，继续吹。你知道刀锋攀岩馆吗？南京市第一攀岩馆，我当然知道了。里边有按照 YDS 难度系统建设的路线。这我知道，最简单的5.1，中级的5.6，最高难度5.9。5.9那条记录是我的，3分45秒。